亞斯斷層在美國那裡，因為斷層都是說那個層與層之間會有一條裂縫，然後會突然間有上升，有逆斷層、正斷層、類斷層，不是劣斷層那裡。但是香港是沒有斷層的， 你就很記得香港是香港是在在幾萬年前曾經發生過幾次火山爆發，大部分都是火山爆發，那跟地震的關係分階段，因為就是爆幾、二裂幾、泥盤幾這些年份爆的，基本上這些跟地震無關，所以說